大家好，这期我们来讲，怎么样唱这个 jazz， 或者演奏 jazz。到现在为止，好像没有标准的答案。你看，每本外国书都不大一样，所以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只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啊，我看过书，把它整理出来，我觉得用这个方法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蛮好的，我们今天题目就是讲，我们来唱 swing， 不是唱 jazz。我们来唱 swing， 唱 jazz， swing 摇摆， jazz jazz， 这两个字好像差不多。啥是 jazz， 啥是 swing 啊？这个大家分别一下啊。那最好的解释是这样 ：swing 是 jazz， 绝对没有错啊。swing 不会是别的，你有没有听见别的音乐里面是 swing？Rock 没有 swing， 那 folk 没有什么 swing， 中国音乐里面根本没有 swing 啊，你没听过二人转里面 swing， 所以 swing 里面只要一 swing 可能就 jazz， 但是 jazz 不一定 swing，jazz 很多东西 ，jazz 范围太广了，所以把这两个这句话记住就好办了。人家问你什么叫 jazz， 什么叫 swing 啊？那 swing 一定是 jazz， 但 jazz 不一定 swing 啊。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唱 swing， 唱 swing 的东西了。爵士里面的 swing 最重要一个东西，最有特色的，最能够代表爵士的 swing。那这个请大家可以看这个重点教材里面的爵士节奏，有现代流行节奏，那个教材里面有啊。那我就是用那个教材里面向各位做个介绍。我们来看一看。这要再调整一下。我们先看哈 swing 的奏法，不是唱法。你看很多这个外国这个演奏者，他可以一边演奏一边唱，弹吉他也好，弹钢琴也好，他可以把它唱出来。我们中国很少这种人哈，就是一边弹一边唱。所以你能够把它唱，把心声唱出来，这很重要的。要不然那个味道就不对了。所以你能够把能够唱的方法演奏出来就比较更像，因此你越能够会唱，你奏出来那个味道越像。好了，根据我的经验或者我的这个看法，我把它归纳起来四个同的四点相同的地点，一二三四，请大家注意一下，四同。第一个相同的什么同呢？你看，一拍、半拍和这个三分之二拍都一样，那就等于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所以在 swing 里面没有一拍，没有半拍，只有三分之二拍，因为这三个都是这样唱，如果我们唱的话，一拍的哒，这个哒，这个哒，那通常唱哒，那叫哒哒哒，你要唱。哆啦瑞嗦当当当当，唱这个也是当当当当，这是当当当当，都一样方法。但有人唱八八八也可能了，这个也没有说绝对标准的。你认为八好也可以哈，当当先搭一下，然后再这个符号，当把它闭上，三分之一嘴巴闭起来，这个三分之二唱当。当当当一样，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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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东西一样啊。第一个，第二个，正拍的一拍，这是刚刚讲的正拍一拍，反拍一拍等于它。这个是反拍的一拍，反拍的半拍，那等于这个反拍三分之一拍，这三个一样。反拍的一拍等于反拍的半拍等于反拍的三分之一拍，还是一样，没有一拍没有半拍啊。你唱一拍唱半拍就错了。
那这个要是，嗯哒嗯哒嗯哒哒着，嗯，三分之二哒三分之一，那这个也是，嗯哒嗯哒哒哒，这个也是，哒哒哒哒，你加个嗯当然比较好唱了，但是那个嗯不要嗯出来哈，哒哒哒哒，三分之二停，三分之一唱，所以这两个注意哈。两个相同的，第三个相同，我们再看这个，两拍等于一拍半，等于一又三分之二拍，那这两个又没有了，在爵士里面没有这个东西了，所以只有一又三分之二拍，停三分之一拍，那就当当当当当，一二三一二三，当当就一二三一二停了。当当当当，这一样。当当当当，一样。当当当当，如果你唱哒，那就不是爵士哦。所以爵士所谓的唱法应该这样，尤其乐队演奏的时候，你这个哒哒哒哒。那个就失去那个味道，他这个是当当当，那个都断掉了，所有的那个乐队所有唱的都一起休止，刀切一样，那就听起来非常有爵士味道了哈。好，三个相同，第四个相同了，所有的正拍的八分音符，任何地方正拍的八分音符一律唱丢丢丢丢丢丢丢，后面唱啥不知道，后面唱什么的，但是他唱三分之二，丢，这里是个 B， 丢哒丢哒，很多种唱法，四种唱法，再见下面哈，就正拍的八分音符一律唱丢，正拍的，连串的八分音符一律唱丢，等于唱要变丢别丢别，要变这样唱。好了，四点相同的，接下来我们看四点不同的哈，你这里开始看，四 E。OK， 4.2,3,4,4点，我们先从第一点示意。它正拍一定唱丢丢丢丢丢丢丢，我把它归纳成四个丢。那哒啊，这个是丢呗丢呗，这个，但是这个唱法等于这样，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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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Do we do we 长短长短强弱强弱 ，Do w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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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do， 你原来想了一二三一二三，你最好那个你身体有一种什么肢体语言，你坐在那里完全不动唱那个很难，你自己先要身体来一二三二二三二二三四二三 ，one two three four， 丢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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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那个逼也不是真正逼，就是嘴唇碰到一点嘴唇皮，丢呗丢呗丢呗，你不要丢逼丢逼，那很难听啊，这个一点点丢呗丢呗丢呗丢，这个是丢很好唱，丢呗。丢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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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个也是这样唱，看这个也是这样唱，再来一次 three four， 丢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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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一样方法，这第一个不同了。第二个不同呢，同样的这个唱哒，丢哒呗，这个还是 B 哈，这个结合线以后，这个后面没有声音了。这个就要唱大了，他一没有声音，这个一定要唱大，你不能唱 do b， 这个怎么办呢？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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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好唱，这 do 大马上就可以把它断掉了哈。do 啦 ，b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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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be do。第三个呢 ，do 大长大了。没有东西了，但是我们刚刚讲一拍半要这样唱，后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休止，丢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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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讲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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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啦丢啦
丢啦丢啦，这一拍半要唱这个，当当嗯，丢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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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清楚楚。最后一个，搭搭前要唱丢，搭的前面唱丢。B 大不好唱，丢 B 大啊，当然也可以唱丢 B 大，但是我觉得丢大最好唱啊。所以把 B 改成丢，搭前一唱丢，丢丢大，丢丢大，丢丢，这个大就是头一个这个大，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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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这四个不一样，你看丢丢丢丢四个相同，这里是 B 大大丢，四个都来了，我们一共就是四种，它这四种都不同的，这个是丢长音， B 是短音，这个是长的大，嘴巴张开的大，这个嘴巴闭起来大，先大后哼大，这个是大啊，张开大，这个大B大哒丢，四个都来了，前面四个都是丢啊。我们这个再来一遍，丢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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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这个是丢啦，丢丢啦，丢丢啦，丢丢啦，别这个是丢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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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丢丢啦，丢丢啦，丢丢啦，丢丢啦。好了，我想这音型大概就是。你用这我这个现在讲的这一页的，几乎把所有的这些爵士音型都可以包括在内。如果遇到三连音的话呢，就一律嘟嘟嘟，简单明了哈。但是你可以用你自己方法了，你觉得更好的可以运用，因为没有一本书讲一样的。这是我向各位介绍的，我用这个方法在合唱团、在乐队，我试过很多很多年了，我觉得蛮好的，所以推荐给大家，怎么样唱，怎么样奏。好了，我们再看这个句型哈。这个例子要写成这样，但是这个写起来很少谱这样写，一定谱是这样写，你要唱成这个样子，记谱奏法。你看到这个上面，你作曲编曲的人呢，真正好的都要把这个都写出来，到底应该是 B 还是 Do 还是大写出来。当然我们按照刚刚的方法就应该知道，你看这个是反拍是 B， 正拍是 Do，反拍是 B， 正拍是 Do， 这个大是前面的 Do， 这是大，两个大，这个是 Do 大，按照刚刚方法一定对了，那奏出来就变成下面了。哆啦瑞索，我们还是用这个，嗯，贝丢贝丢丢哒哒丢哒，贝丢贝丢丢哒哒丢哒，贝丢贝丢丢哒哒丢哒。就对了，你速度快慢都是你只要练习就好了。好，我们看第二个，那这个是反拍，一个是 B， 这三个是嘟嘟嘟，我们刚刚讲过，这个一定是嘟，这个本来是 B， 可是它因为搭的前面用嘟，这两个还是搭，那这个是嘟搭一样。嘟嘟嘟嘟嘟哒哒嘟哒，嘟嘟嘟嘟嘟哒哒嘟哒，嘟嘟嘟嘟嘟哒哒嘟哒，奏出来就这样。你看这个反而头昏眼花的，不过你应该知道，应该变这样谱奏出来，实际上这样哈。但是我们将来在谱上都是看这个东西，要奏成这个样子。来看第三个。刚刚我们讲过反拍唱三分之一，刚刚前面讲过的反拍，哒啊，这个是一定是 B 了哈，哒被丢，正拍八分也是丢，这个长音又是哒，嘴巴张开的哒，这个短哒长哒，这个三连是丢丢丢，这个是丢哒啊 ，one two three four， 哒丢丢哒丢丢丢丢哒哒丢丢哒丢丢丢丢哒。出来了，他就奏得下来了。
你看这个也可以了，但是更慢，还不如看这个。但是你这个标点符号要记住。好，第四个，正拍是 do， 反拍 be， do， 正拍反拍 be， 正拍是 do， 那这个是这个反拍的一拍搭短搭，反拍的一拍短搭，然后反拍的半拍 be， 然后正拍的八分音符 do 长搭。所以你按照刚刚那个所有的音型，你都知道应该怎么写出来，然后慢慢练习唱出来。一二三，二二三 ，one two three four， 六比六比六啦，当比六当，六比六比六啦，当比六当，六比六比六啦，当比六当，六比六比六啦，当比六当。当然你快慢都是一样啊。你swing它有从慢的到快的有很多种，但是你这个先把从慢的做得很熟，然后快也是这样。嗯，比丢比丢当当比丢当，丢比丢比丢当当比丢当，丢比丢比丢当当比丢当，丢比丢比丢当当比丢当等等。我们先要练习会唱这个爵士，你看它有味道，因为它这跟我们传统来几千年来的音乐都不一样。我们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有没有这个东西？没有嘛？有没有哪个曲子？唐朝、宋朝、明朝呢？有没有一个是没有嘛？那古典音乐里面有没有一个？没有嘛？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没有一个嘛？这是爵士音乐的特色嘛？所以你玩爵士音乐，知道他怎么唱、怎么奏，他什么要点？那你不说这不好听，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他就这样玩这个玩意儿，如果你不这样，你跟人家没办法合在一起了。你的乐队演奏就用这个方法才对了。乐队指挥、乐队编曲、乐队写曲、乐队吹奏都是用这个方法，才它就爵士味道。我想这个你看那个教材里面就有了，这个写了很多啊，我们就没有下面那个刚刚写的下面那个一行都没有了，就第一行。那你可以回去看看应该怎么两个小节的模式和两个小节301都唱嘟嘟嘟，大的前面唱嘟这个嗯要领哈。嗯比丢比丢丢当当丢当，嗯比丢丢丢丢丢当当丢当，嗯当比丢当丢丢丢丢当丢比丢比丢当当比丢当丢当当比丢丢当当当丢当当当当丢比丢丢丢丢比丢当当当对对对对对当对当等等，我想你按照那个慢慢先练一个一个就看。当然你不能一口气唱得很熟，但是我们将在乐队、在演唱、在合唱团、在这个编曲作曲都是应该你要先唱得很好。你这个不知道怎么唱，这个音乐怎么出得来呢？你不管用什么东西，你要先自己把它会唱出来啊。那你可以搞不清楚慢一点。嗯，这个应该是。嗯丢啦丢啦当比丢当，这个嗯当比丢比丢丢丢当，那个嗯比丢比丢比丢当比丢当，基本你要一二三一二三一二，千万不要说一二一二就完了哈。丢丢当比丢当比丢当，下面都没有了。好了，留给你作业，自己回去练习填一填到底应该怎么唱。如果填完了有问题，跟我们讨论，打电话问我，没问题。总留点作业给你自己练习，怎么写，先写出来唱。OK， 你先把这个我们今天教你的，先大家跟着唱，跟着练，然后把没有标明符号的，你自己练习标明这个标点符号，然后再差不多八九不离十，不能说百分之百都可以出来了。但是差不多90%以上，任何的你看这种爵士音乐的这种节奏形态都可以唱得出来了。好了，这是很重要的，玩爵士音乐要会唱会奏，要不然玩出来都不像。所以我们先从怎么样唱 swing， 怎么样奏 swing 开始，加油 ，OK。